先生正在守坛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可是，这是先生最爱喝的猪肉汤，公厨说让我趁热给他送过来。那好吧，送进去以后赶紧出来，千万别打扰了先生和国师大人的雅兴。多谢。 这么帅还没结婚，看来十有八九是个渣男。先生，这是公厨让我给您送来的一碗汤，先放在那儿吧。等与国师大人守坛结束，我再服用。可是到那个时候，这个汤就凉了呀。<笑>既然姑娘有心，你不妨先喝上一碗。 也好让老夫好好想一想这下一步棋怎么走啊。全听国师大人吩咐。嗯。 国师大人，想得如何了？妙手回春，已若胜强啊！不愧是天星国百年一遇的状元啊！仅凭今天这局手坛，坛上输给你，那是一点都不冤啊！你不是坛上啊？ 半天劲，结果下错药，唉，真是天要亡我与新欢呢。花花，轿子已经在门口等了，你准备好了没啊？知道了，娘。 尝这个，姑娘，这边请。这是此番出城所用的布匹清单，请大人过目。咱们中清湖每月只开放3日，是专门为陛下赏月而建的。大人身体不适，尚且工作，实属是我等的榜样。唐大人过谦了，郭某只是有些肠胃不适，昨夜已经请过郎中。客官，请。这边请。客官。 前面就是您预定的凉亭。知道了。哎，慢走。你便是雨新欢？伯父您好，坛上先生还没有来吗？老夫便是坛上。实在抱歉，家父说您的年龄跟我相仿，所以我就……哼，想必是小姐听错了。令尊说的应该是我与他年纪相仿。不重要，不重要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 乖啊！哼，开始。小姐挺着这几个月大的肚子来相亲，莫非是令尊故意让谭某难堪吗？
此事与家父无关，这孩子只是个意外。既然是意外，那便需要珍惜。我这就去找令尊，向他说明小姐跟谭某不合适。哎，谭先生，您是嫌弃小女子了吗？小姐多虑了，是谭某高攀不起。小二，结账。谭兄，为何发这么大火？